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那就松了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输了100名了，是吧？应该有，走。那停红灯，看一下天。可以吗？其实我们已经比去年进步很多了，去年在歌剧院那边就休息了。哥，继续加油！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OK， 等一下，来，120多，刚刚是150了。那刚现在稍微走一下。夕阳终于出来了，夕阳出来了，早安。走到红杨桥的最高点的内车道，这个应该不是普通人可以走的，可以看得出来蛮害很严重啊、这就是台中的火力发电厂。到休息站，吃西瓜，哪里有西瓜？我不知道。没有。为什么上次有？上次有西瓜被赞助吧。早安，没有西瓜，没有香蕉。香蕉是下一站，下一站大概在草马国民运动中心那边。酷，你不要上厕所，你要上厕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。我们要为了名次，虽然是用走的，但很辛苦，已经3.5公里了。然后，真的，酷。3.5公里，跑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。这样很快，对吧？那一块，那比去年进步很多，去年跑超慢的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加油。Let's go, let's go。两组。4K 的已经回来了，对，四个黑人。高速公路，大家早起的鸟儿要干嘛？上班了。哎，没有，今天星期天，抱歉。好了，已经从红洋桥
跑回来了。血糖有点低了。对，要来补充一下水分。你看前面，休息站到了，希望有香蕉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加油。最后一站结束了，应该剩准备到终点，剩1.8公里左右。他写的，对，他所以最后的冲刺，走吧，走。OK，good。Good.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恭喜！恭喜！谢谢。谢谢哇、wow, cool man. Okay, we did it. 走开。Nice. 现在心情感觉是怎么样？快跑真的。快跑真的。跑我前面。我觉得最后跑的时候脚有点阻力啊。我们来拿那个完胜礼吧。好。OK。还有。哇，好紧张。来一袋东西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列印那个成绩，看一下我们跑多久。好，我们脚上都有一个石头，我们要把它扣出来。这个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去先成绩列印，成绩列印完我们再去换石头。最主要今年的奖牌很漂亮，可以转。饮料。OK 啦，要写一个9K。对。要自己看按暂停哦。铜牌没有在50%以前就已经很赞了，酷哦！来介绍你的名次啊，你的名次。上十一千一百三十。2153。来来来，直接送给各位小女神。哇，你就爬，你直接爬上来了。比对一下好不好？你平常就认识红布朗了，差两名。好，我们最后走冲。快速。现在已经跑完了，然后刚刚已经休息了大概10-20分钟了。这次的成绩应该是有进步啦，应该有比之前进步很多，对，进步超多。然后这就是跑路跑，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。对啊，其实虽然都是跑路，但就是跟大家一起跑，比较那种比较有动力啦，我觉得啦。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跑回杨桥的时候，看到台中的霾害还是那么严重，我们应该多做环保。对啊，所以就是。在多做在户外做运动的时候，也要注意一下空气的状况啊，然后也做一下环保这样子，对，让我们地球才会变得更美丽。那喜欢我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